国粹精髓，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由功夫哲品牌服饰冠名赞助播出的功夫哲网络课程班。好，我是本期主讲单教练。上集当中我们讲到了两个小套路啊，这一期当中啊，就我会继续给大家讲解啊，一个双极棍的割棍套路啊，是一个高级的技巧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呢，欢迎您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关于养生啊体育方面的信息给大家进行讲解，也可以关注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网站啊，那里有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也可以加入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 QQ 群啊，进行与大家一起的这个讨论互动啊。我先把这一期的播问题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讲解一下刚才的这一个套路，咱们这一期呢讲解前半段，下一期呢讲解后半段。第一步啊是一个缠斗窝脑，这个当中之前我们也提过啊，缠斗窝脑，看啊缠斗窝脑啊，细节啊两个面打平，头顶啊，你的手放在你头顶啊正中央啊，注意看我啊，正中央反弹啊，这是反弹啊，同时呢左手抓住你右手的棍子在头顶的时候，头顶的一刹那啊，左手正手抓，注意啊，两个手抓的部位不一样的啊，不要这么换啊，这样换的话容易脱手啊，所以一定要握不同的把位啊，注意看我啊，一二啊，这种感觉，然后做快做快啊，过来左手到这里到你的左右侧啊，反弹反弹的同时呢，来提前啊，过来之后。割棍啊，注意看我啊，割棍往里啊一圈割过来啊，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啊，右手割棍，割的同时啊，割的同时换到你的左手啊，握住啊，握住刚才的把位还是正手啊，注意看啊，割棍握，同时呢把棍子挑上来，左手反手握啊。反手握的时候啊，注意啊，来，注意啊，左手一定要握住向下的把位，不要放上啊，向下，因为方便一会儿你右手这个把位，就右手一定要握住中心的把位啊，往上上端握住手，左手啊稍微向下啊，向下之后啊有一个勾勾的工作，这样啊，再看一遍啊，顺时针啊向前勾出去。左手啊，右手啊，右手反手握左手的棍子，同时你的左手啊向下移到你的这个啊，移到你刚才右手握的棍子，同时呢反弹啊，反弹过来啊，再看一遍啊，到这里之后握棍握住向下反弹的同时呢啊，做一个平掌转棍啊，反弹打出来平掌转棍啊，你看啊，反弹的同时平掌转棍啊，好的，再来，从头开始讲一遍啊。首先，缠斗窝脑换手，给过来拨棍，拨棍啊，再拨啊，放到这里，好的，来一遍完整动作，注意看。好，这一期呢就给大家讲解啊这个动作的前半部分，大家请收看下一期咱们的后半部分的讲解。好的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咱们本期的视频呢到此结束。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呢，欢迎您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微信平台，那里有更多的关于养生啊体育方面的信息给大家进行讲解，也可以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网站啊，那里有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也可以加入屏幕下方的功夫哲官方 QQ 群啊，进行与大家一起的这个讨论互动啊。